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历九月十日，旧历七月二八，礼拜二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基。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三十秒新闻重点。黑客拍破市场的电脑派去，意思是被网络骇客来入侵。加拿大近期休市，也致使今天的市场的肉店拢无肉通好卖。中国地方议会议长杯锦标赛今年由中华县议会主办，请全国十七个县市议会议员和议会同仁组队来参加比赛。中华县政府在鹿港工会堂头前的广场举办异样市集，现场也邀请县内庇护工厂到现场摆摊，招民众做伙选购爱心中秋礼盒。新闻头一条来关心，今仔日袂少人去找菜市的时阵，会发现一挂肉店唔是无开，就是无肉通好买。原来是因为客户肉品市场近期休市，拍卖市场的电脑发生异常状况，疑似被网络骇客来入侵。市场人员已经来报警处理，同时也来抢修电脑。传统市场的肉店，若不是休困，就是无肉通好买。台商讲，干那去台中看猪的，才有肉通好买。去台中哪里有啦？西武有没有？伊个地点人客无啥供应啊，啊人要骂啊，讲啊猪肉是安那一路啊。所以今仔拜二透早，电话接袂了。对啊，接袂啊，啊人大人早早暗就开始啊啦，莫讲今仔讲下早啦。来到客户肉品市场，目前已经恢复交易。今仔日即批拍卖猪，今暗才会抬，明仔才会出现伫市场。今仔日透早市场无猪通好卖，是因为昨透早拍卖市场的电脑出问题。肉品公司紧急通知市猪户无法度交易，干来当紧急休市。昨天早上九点二十分，我们那个拍卖来开机，开机完了以后就发现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那个框框出现，啊，他就赶快那个打电话给我们那个维护厂商明寿公司，啊，明寿公司进来看了说啊，我们被那个勒索病毒入侵，那个影响是说我们一天的营业额有2000多万，这个是营业的损失，还有我们那个所有的资料的落实，这个是没有办法估计的。经过一天的抢修，今天已经恢复交易，但是熊熊之间的休息也造成市场2000万的营业额损失，影响最大也是低卖计销，以及造成消费者的不方便。在中华新闻中视量中华采访报道。中国地方议会议长杯软式棒球锦标赛今年是由中华县议会来主办，有来自全国十七个县市议会议员和议会同仁组队参加，总共将近500位选手来参与。今仔日上午伫彰化市建兴棒球场举办开幕典礼。北京的啦啦队表演，三个议长杯软式棒球锦标赛正式开始。今年的旗手杯软式棒球赛是咱彰化县来主办，总共十七个县市议会由议员甲议会同仁组成的队伍来参赛。彰化县议会议长谢登立伫致辞时阵表示，参加比赛队伍当中，甚至有各处级的选手，所以输赢不是真重要，欢喜就好。好，那非常高兴，大家又齐聚一堂来这边比赛。刚才彭议长说，他们很久没有参加这个网球赛，因为他们议会里面有一个国手是议员单打组遇到他我们就放弃抵抗有遇到国手我们就放弃抵抗好了，我们议会的员工也有一个国手所以尽量那以球会友，不求成绩，只求欢乐的效果，大家好说好不好？好，这个场合讲越久这个效果越差，所以第一个欢迎大家，第二个谢谢我们议会团队，那这个做了这些服务，第三个欢迎大家再来，第四个祝福大家都能够突破自我，再创佳绩，
要来彰化跟我们联系，绝对让你有 special 的服务。谢谢大家。由全国各县市议会轮流举办的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软实棒球赛，今年十七个县市议会报名，将近500位选手在球场顶以球会友。无咧比赛时阵，也会当互相练习，交换技术心得。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彩虹报道。去年每年一月总统甲立委选举，各有四个外围时间。国民党提名中华第二选区立委参选人杨耀聪，真努力咧走基层。今年拢伫分行乡来步行拜票，除了深入了解民意以外，也针对分行的未来提出想法，认为分行有甲华人来当差不多的天然条件。不只是中华人的后花园，佫开始发展观光产业的好所在。百民众出门倒垃圾机会，国民党提名中华第二选区立委参选人杨耀聪积极宣传自己。就因为是政治素人，煞有真丰富的社团经验。杨耀聪讲，按决定投入立委选战了后，就开始深入社区邻里，尤其是伫分园甲乡亲博感情的时阵，就发现分园有真好的天然条件。甲台东华人差不多，唔来当成为中华人的后花园，佮开当来好好发展观光产业。分园乡有高溪十八寮吼，它的这个水源很充足，种出来的这些粮食都是非常好的。也希望透过耀聪的深入了解，进入立法院之后，可以把分园的特色不只是只有。维乐山丘的凤梨酥哈，我相信分园的米也应该可以行销全世界。最后，我也希望透过我的行脚，让分园亮起来，让分园能成为台湾最亮的一个亮点。杨耀聪进一步指出。分园甲台湾真侪偏向共款，拢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少年人无愿意留伫故乡探家，对分园的未来需要搁较全方位的规划，互少年人愿意留伫故乡，互少年的一代愿意为分园来拍拼。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分园采访报道。固定高级完成馆甲华山基金会合作，民众只要捐600元作为助脑经费，来当领取一张完成馆的点灯券。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县西乡长苏伟俊。我们县西乡公所即将在9月16号在县西国小的操场来举办风光好运县西乡中秋晚会，有艺人的表演活动，还有一些团体的表演活动，还有摸彩，还有烟火秀，欢迎大家一同来参加我们县西乡所举办的中秋晚会。认识诈骗集团的这个手法，这假网拍啦，假投资啦，还有 ATM 的这个解除分期付款，假爱情，猜猜我是谁？假投资啊，上盖养掉，假投资啊，哎，你的手腕啊，一定拢通过脸书或是 Google 网络平台，然后给你加出来。所以呢，是你脸书 Google 被叫你讲，我这个标股啦，这个心里痛苦的这种投资啊，假借名人要给你讲，要给你扯标股，跟你操作，啊，叫你加来，你绝对骗，绝对唔通。凯擘大宽屏 ，MOBI 月月发，月月可折月租费，每月只要649元起，全家上网不累，最多给你三台 Mesh WiFi 6，让你 WiFi 满屋。快拨0809006899，凯擘大宽屏，你的 WiFi 专家。
我收看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军。明仔是拜三，也是旧历七月二九。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伫东南方，好时是透早七点到九点，适合冬兔纳财。继续提供详细农民历资讯和乡亲参考。为了协助一份校园诚心障碍创业者甲自营作业者营销有创意特色的商品，中华县政府办理的异样市集，伫罗岗公会堂头前的广场登场。因应中秋佳节，也特别邀请县内三间庇护工厂来甲现场摆摊，招民众做伙来选购爱心中秋礼盒，用行动支持庇护工厂营销经营。中华县政府办理的异样市集，今年第二场在罗岗公会堂头前的广场落来登场。现场有好吃、好耍的，还有精美的手工艺品、商品，多元丰富。一共有二十摊的摊位啊，汇聚了我们很多的这个职训培训者，还有身心障碍者，还有这个独立工坊啊，这所有的这个商品、特色商品啊，在这里展售。那另外呢，因为中秋节快到了，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家的庇护工厂啊，来这里展售我们中秋节的伴手礼。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店家非常非常多，可以吃得到的、喝得到的、看得到的、穿得到的、用得到的，全部拢有，那质感其实非常棒，所以鼓励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加共襄盛举，顺便带一些中秋好礼回家。因为特别来搞中秋节，官府也特别邀请县内三间庇护工厂来到现场摆摊，号召民众到店来选购爱心中秋礼盒，用行动来支持庇护工厂的营销发展，来帮忙我们几家庇护工厂推广我们的产品，让社会大众有更多的来认识，也更多来采购我们庇护工厂的机会，让庇护工厂可以靠自己工作努力赚钱，自力更生。中华县政府为了协助一份校园诚心障碍创业者甲自营作业者来行销有创意特色的多元商品，第三场的异样市集将在十一月十一号、十二号两天在园林的园林园登场，欢迎有兴趣乡亲到店来坐市集。多中华新闻叶宏武罗岗彩虹报道。固定国际完成馆结合华山基金会彰化市天灾站发起点灯爱祝福祈福点灯活动，邀请市民在中秋佳节时阵，一方面为家己甲厝内底人祈求平安健康，同时也为孤单的长辈送上关怀甲祝福。只要捐助600元，作为华山基金会服务老人的经费，就当得到一张点灯券，在完成馆天公坛点灯祈福。在完成馆天公坛点光明灯祈福求平安，是不少彰化人的习惯。今年彰化市公所和华山基金会合作，将捐款给华山基金会，用来帮助独居弱势长辈。完成馆地帮捐款的民众来点光明灯。啊，完成馆这个光明灯啊，是彰化人烧钱抢的啦，所以我们愿意跟他们共襄盛举，有爱然后来点灯祈福。我们希望来赞助，来帮忙我们华山基金会来照顾这些长者弱势，尤其他们对这个植物人的照顾非常不遗余力啊，很辛苦。林世恒表示，天公坛点光明灯的数量有限，也满了后，包括圣王庙、关帝庙等公所管理的庙司也来提供点灯的服务。这名也有限啦吼，所以大家爱紧来共襄盛举啊。如果这里的光明灯点完，我们还可以提供其他彰化市的一些寺庙都非常灵验的一些，譬如讲圣王庙啦、天安宫啦、天宫啊，咱家是天宫大啦，还有关帝庙啊，这种是古迹呢。华山基金会彰化站指出，基金会在全台湾服务大约30,000名失依、失能、失智的老人。这群长辈包括行动无方便、孤苦无依，甚至规身躯病痛，邀请大家来帮助艰苦的老人做爱心。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彩虹报道。新港七家一万局主事五副千岁，庙方依循传统办理为期5天的中原普施法会。
发挥结束了后，也替信众将葡萄品捐予红十字神会，帮助需要斗三工的弱势朋友。新港七家印麦宫主事五副千岁王爷伫地方开大救世已经22年，庙方依循传统礼俗办理为期5天的中原普渡法会。关于原领袖旗，新港乡民代表会副主席周佑齐等民意代表共同出席开香仪式。啊，伊就是用这分挂，要甲咱分挂伫后壁，吼、哦，头前因要起厝，吼、哦，啊，我就是想讲吼，若是讲因有要买，啊，咱有迄个能力，因为咱即马就是无钱。所以咱有要买，但是咱就是无钱通共买，所以要希望讲吼，各界吼善心的人士吼，快当安尼甲恁斗三工，好咱应万奖，好你付钱随伫只多谢，会当应名用利。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做，老迄、那个咱的礼物王爷真慈悲啦，吼、哦，就是讲吼，爱予大家做下去。徐秀芝主持表示，普渡法会结束了后，庙方也到三工，将部分信众的普渡品捐予红十字神会，送到华东等偏远的地区，关怀需要到三工的民众。台中华新闻也奉有新港彩虹报道。云美人偏远地区弱势关怀协会和廖志刚协助将爱心物资赠送，和弱势病人后会当再次收到爱心物资。哇，短时间就赚到钱哦！哪有那么好的事？真的有赚耶，看来可以投更多钱了。哪有那么好的事？不用出门就能轻松快速赚钱，太爽了！哪有那么好的事？你是谁？我是诈骗破解者，千万小心被诈骗，小心被诈骗千万。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你有没有叫什么诈骗破解者？有哎、欸，大师怎么样？救他，让你破财。大师，我不明白哎、欸。再加上我看影音，大多使用下载频宽，上传频宽让你北撩级啊。那我该怎么办？正所谓上传频宽用量少，省下来的上传月月回馈猫币，一级上网每月只要849，给你五星级的网路。真的是五星级哎。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你的 WiFi 专家。世界越来越快，他们却越来越慢。思考慢了，岁月也慢了，他们越来越远。新的靠近，只要张开双臂，一个拥抱，心窝的温暖一直燃烧，陪伴生命。需要您的支持，华山基金会邀您一起。彰化因为有你而美好，每一个你都是彰化最美的风景。Made in 彰化，记录用心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美的彰化，引领观众探索各行各业的百态人生。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虞美人偏远地区弱势关怀协会长期拢真努力咧照顾社会弱势病人后，近期有大量的物资需要安排发放。复兴站长黄耀辉是特别协调志工，大家同心协力将物资赠送，和偏远的地区弱势病人后会当再次收到爱心物资。天拢暗落，多下班的志工换上背心，马上投入物资赠送的行列。大家分工合作，有的负责将物资分作一拿一拿，有的负责赠送。希望当赶紧将这些爱心物资分送到偏远地区关怀弱势病人后。大家小注意哦，物资爱一项一项爱扣好搞哦。啊，各界若是接受了物资，吼、哦，恁唔免排斥，因为这物资，咱是一时咧做袂到，所以才接受物资。我嘛希望你接受出来物资以后，会当。将来若讲咱你有赚到钱啊，嘛会当阁回馈社这社会，所以一时的失去，你唔免讲，唔免伫咧怨天怨地吼，啊人是互惠的，互相帮忙吼。即阵卖物资大部分拢是各大庙宇普渡法会所捐赠的普渡品，
数量真多，需要真多志工来斗下手。啊，这边都过咱这个福报船长邀请吼，啊，做伙来遮，甲遮个物资，甲分哦好，分配也好，啊，通送哦遮迄个较艰苦人安尼。啊，足感谢咱这个虞美人吼，斗三工，啊，佫足侪即回宗庙拢有提供物资，啊，所以讲咱来这个。咱船长遮吼啊，集合了后，咱再来分装，分装了后，再来送哦，遮艰苦人安尼啦。咱即届吼，活动是真好，啊，唔是单单是咱好英雄联，咱即届哦嘛是南投吼，啊，保研、保新吼，甲保中吼，只要有需要你们英的人吼帮忙的所在吼，咱协会一定尽全力吼来照顾在弱势团体。吴耀辉站长指出。真正真感谢社会大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同心来帮助弱势贫困户，将温暖送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德中华新闻叶宏武、好心彩虹报道。白柚是丽水乡的当地产之一，为了延长白柚的保存期限，丽水乡农会是将白柚结合在地林荫蜜，制作出酸甜好滋味的天然蜂蜜白柚茶。产品推出了后，是受到真侪消费者的喜爱。白柚是丽水乡的农特产之一，乡内白柚果树拢是老长等级，因此白柚的品质是特别的好。即马伫市面上，常常当看到进口的柚仔茶。丽水乡农会就结合在地蜂蜜加白柚，推出属于丽水在地天然蜂蜜白柚茶。其实我们二水的白柚的品质是相当的好，但是碍于文旦之后，我们中秋过后文旦之后。才是我们白柚的产季，所以民众的接受度反而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做成了一个果干以及我们的一个蜂蜜白柚酱。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冷冷的冬天的时候吃我们蜂蜜白柚酱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舒服，所以欢迎大家来采购，支持我们一个台湾二水的一个在地农特产品。天然蜂蜜白柚茶，不管是淋冰的，也是冷烧的，拢真适合。现在丽水拢真管要贩售会当现饮的白柚茶，酸甜好滋味，何必叫消费者饮料拢讲赞？德中华新闻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今天的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天的总交易量是74公吨，平均的交易价格是每公斤28.8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行情。韭菜上价34.1元，中价21.2元，下价15元；菜粿上价27.4元，中价19元，下价11.7元；葱啊上价96.4元，中价76.3元，下价49.5元；番薯上价43.3元，中价34.8元，下价20元。花菜上价62.4元，中价46.2元，下价26.5元；贝娘上价48元，中价35元，下价20元；保鲜贝啊上价26.3元，中价20元，下价11.9元；葱头上价37.5元，中价31.7元，下价20.9元。菜头上价20.4元，中价14元，下价8.6元。鱼上价80.2元，中价58.4元，下价39.1元。白菜上价34元，中价23.7元，下价17元。冬瓜上价29.5元，中价14.1元，下价10.9元。来关心户外空气状况，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歹，污染物容易累积，因此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属于普通等级。另外天气方面，水气减少，各地是多云好天。五后山区甲南部接近山区的平地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以上就是今天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李冠姬，祝福乡亲万事顺心，再会。重新融入社会的优质节目，这里就有一位需要帮助的街友。你好，请问你当街友多久了？渣男。请问你每天三餐都怎么解决的呢？渣男。请问如果可以重来，你还想当街友吗？渣男。好啦，只要从我遇到他开始说起。我还没有问你故事。他在交友软体密我，说我风情万种，是可遇不可求的百年难得一见美女。这种鬼话你也相信？他说没遇过像我如此美貌与才华集一身，自信又谦虚，美貌又不夺目，丰满又不过胖的少女。希望我可以给他一次机会认识我，就算不行，只要看他一眼，他就死而无憾了。没好好说，对不起。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聊了起来。他是中国的小哥哥，身高180公分，职业是医生，长得像孔刘，兴趣是打篮球。Interesting。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他说，为了我们的将来，希望可以一起投资赚结婚基金，或是买可爱的小窝。他能为我们的未来打算，我当然很开心。所以我就听他的建议买了比特币。目前听起来都是很好的发展啊，你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之后他说比特币赚得太慢了，要我把比特币转到另外一个平台 Nasdaq， 交易获利可达百倍，第一个月就赚了5%获利。他也有出金给我，我以为找到了致富密码，就放心的一直把钱都转进去，没有再要求出金，打算赚到第一桶金之后再一次转出来省手续费。就这样交往了一年后，我看我们的经济跟感情都稳定了，是时候拜访他们家谈谈婚事了。精彩的来了，没想到他一直声称父亲生病不便见客，根本没有父亲。我说那我们可以先见面同居试婚，也被拒绝，根本没有朋友。我要求他先出金给我，他也说不方便，根本没有钱。结果我就被封锁，再也联络不上他们。太有事了，最近的是根本没有事啊，根本没见过面。谢谢你的分享，给我们观众一个很好的案例。请问你有什么忠告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说吗？千万不要相信180长得像孔刘的小哥哥。是这个问题吗？还有，不要相信标榜高额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基本账单多到让你眼花吗？免操烦，凯擘新频道已全面焕发简讯账单咯，收到缴费通知简讯，可到各大超商或服务据点缴款，一指完成超便利。使用电子账单，不止环保，更爱地球。看似一点点的进步，却是漫飞天使成长的一大步。家福早聊30年，现今每年服务4000名漫飞天使与家庭，在早期疗愈关键期，给予孩子和家庭量身定做的陪伴与照顾。因为有你们的鼓励，让漫飞天使有再次展翅的机会。我是昆凌，让我们陪你一起飞。爱漫飞。哇，那原来是什么 ？Magic， 无数型凯擘大电视，还有哇 ，Disney Plus， 爸爸好厉害！无数型凯擘大电视零元带回家 ，Disney Plus My Video 无限看，再升级 4K Enjoy Box。天竺鼠叉叉，除了零元大电视套餐，还有智慧电视和派云端游戏套餐哦！凯擘大宽屏，你的娱乐行家。好想去韩国玩哦！哎，现在就来上网订机票。喂，是被害人小姐吗？
您的机票误设为12张了，会重复扣款12次哦。你该不会叫我操作自动提款机或购买游戏点数来解除设定吧？啊？没错，解除分期付款设定就是诈骗手法。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